得知影，我即摆咧用心计较，也对付李幼稚，拢是为着咱的将来。啊，我相信只要咱两个同心，天下一定是咱的。好啊，你看你需要偌济资金，我会把这笔钱请出来。安尼啊，毋知是我金大风死中的查某人，你个心情来上班哦，你嘛身体好，敢互你去到大院？想袂到你做甲东东姐当处长，结果用的还是一个少年暴躁，我只替你感觉悲哀。爱感觉悲哀的人是你，我拢唔知影你去爱着一个无应该爱的人，是要安怎甲你妈妈交代？你才是去爱着一个无应该的人，破坏人的家庭，佮敢这么红声，将来莫看怪你这个袂见笑的人。我现在怎么讲啥？大风跟我，唔知影比你加数倍几百倍，我当然应该爱伊啊。你看阮即马，伫感情甲事业上拢配合了遐尼好，你早就应该改变好啊。当然唔知影见笑，真正无有意啊。你讲啥？海清，莫甲计较啊。伊安尼想人阿在破坏咱的家庭，我真想要看卖啊，伊到底有啥物款的下场？你别想过得意，我知影海芋园还佮联谊会的代志是你同我妈斗的。你若不清楚，我无找恁算账，是因为我看袂起恁这种干来还伫背后顶上人的笨手。我唔是咧惊恁哦。你敢真正唔是咧惊我啦？告诉你嘛，知影敢有可能原谅你啊？我想应该是无啥可能啦。我无甚物好唔敢面对我妈的。我警告你，莫再来找我的麻烦，嘛莫再伫我妈面头前叨东叨西，啊，若无我真正无客气。亚美，你即马是见小灯生气哦，还靠气撇的，敢做敢担当，既袂做人第三者，就爱甲架者，爱甲跳出来，爱来抢人的红，莫遐尼委屈家己，做一个啊，唱你背后的乌气夫人，这一点也无像你个性。我的代志你根本就唔知影，你凭什么批评我？你敢讲你真正无该伫夜市好做伙啊？金大风，你即摆只不过是顶配饲，身躯边一只小狼狗。你甲你朋友讲有好势就好啊。你莫摕你家己甲我比啊！这种人配饲啊，有身份有地位，而且佫是独身啊。我但是去夜市好啊，有某有囝，我靠你饲啊。你家点去？我的事你管，我当然嘛会管，因为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甫人。我的情我有要找你去上啊，我当然嘛少关心一下。是啊，我靠大风遐尼关心你，烦恼你去破坏人的家庭啊，我感觉真错啊你。好啦，阿姨就要走，恁是无志甘赢拢唔甘愿，即摆买扭脚就走。走啥去啊？我们行得远啊。一定找你麻烦啊！即马抓到一个小辫子啊，都卖好好教示者，替你出一口气。是啦，我知影你对我上好。行。嗯。周秀秀。许来芳。啊！你是过来找创啥？昨暗林金龙，伊伫个彩馆甲我讲遐话，你唔拿不替我讲话，你搁揪我后脚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真好笑呢！我是安怎替你讲好话啊？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？我过去对你有亏欠，我会弥补你。当我若摕到好处，我敢会分乎你心？我嘛甲你讲过啊。我无需要你弥补啊！
无，即马是安怎？你即马甲林董事长的关系无共啊？安怎？你就无甲我看在眼内哦？无，你即马是了有袂讲啥哈？你卖两种我唔知影，你已经甲林金娥发生关系啊？伊讲会去伫我面头前跟，讲伊以后会好我疼惜你。无，即马是安怎啦？ 伊想要过河拆桥，无准备要我先立做阿心。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！这根本就是你家己了有未想，我甲董事长根本就无安怎。敢直接无安怎？你卖两尊讲我唔知影哦。你即摆心肝就咧想啥？我看你伊讲啊，根本就是咧假醉啦。你就是要趁机会好，伊占你便宜，我只是配合你演出，甲你杀去甲会做伙尔。安怎？ 即马自己动崩啊，就搞我这个媒人，他去边啊！我已经得罪徐干总，我明仔日答应林董事长，那是我的代志。真正卑鄙的人是你，前几工啊，搁一直叫我原谅你，才过无几工尔，就搞我下去摆查甫人面上顶。你咪跟我讲遮啦，快点遐离啊！我无可能让你一个人规我捧起。干嘛？ 就算我规划放弃，家你是啥物关系？周秀秀，阿妈，你想要对我去开放就行，来啊，我唔惊你。我拜托你的，英子无？坦白甲你讲，林金梦，伊并无亲像陈和先遐尔好骗，你想要怪伊的钱，无遐尔简单啦。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合作，你才会当成功。真正足可爱，你好啊啦，秀秀，你肯定成天我讲好无啦？我知影，你即摆已经对我无任何的感情啊。你毋过钱，也是咱上好的朋友啊。你卖廖俊公，你即摆已经甲林金龙发生关系，伊就会互你写，也是讲你会当为伊的身躯顶摕着写，免笑想啦，亲像迄款老狐狸啊。 但是今日你一个人搞袂啊，你只是会白算尔。秀秀，我是跟你讲真实的，即马为了办法，就是咱两个人来通话呀。安尼，才有法度摕到所谓的啊。到时阵摕到钱，咱两个来对本案，你不是真好？ 你过去对我安尼，你想我敢会没信任？即摆时机甲局势已经无共款啦，我要哪有可能来骗你啦？而且我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敢搁对我未信任？即件代志，我该好好想看嘛。 是啊，你是应该好好想看卖。 周秀秀，你走袂去，你若是想要趁钱，凭你一个人是无法度，我就不相信你唔敢我合作。那你真正想要吃你啊？是啊，这个许来发完全认定我甲阿伯你有暧昧的关系。 而且伊认为我对阿伯有企图，所以唔才要甲我联合起来，想要对阿伯你这边只甲钱赶出去。对啦，阿伯，你感觉苏爸应该安怎做才好啊？经过我最近的接触，甲探听，看来话这个人真正是一个真奸诈的人。不过若想讲哦，要叫伊提钱出来，我想。 不是真简单的代志。阿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咧看啦，若要怪这个苦来犯的调调啊，可能一定爱互伊先食落一点仔甜头，等下伊食到再滋味了，骨煞了，咱来设一个局。
迄窟啊吼，甲乌黑样深深深，咱到时因啊落落去的时阵啊，一世人伊就唔免想要翻身啊啦。阿伯，多谢你，我知你的意思啊，我一定会坚持落去。我绝对要给伊个许来发，记得无回无目屎的精神，得得报应。哎呦，小小，阿伯袂让你失望的啦。多谢阿伯。小萱，我准备一个 surprise 要给你。surprise， 你去个车门拍开。好。不是迄个，是后座。以后咱就会当同齐带汉汉出去耍啊。王医师。阿弟，我误会你，因为汉汉代志在超过伊相片外时阵，你竟然去替汉汉买安全座椅，而且搁在想讲要安怎对阮母仔较好，我真正不应该误会你，是的啦。无要紧啦，我今嘛有你机会弥补啊，以后卖阁叫我王医师啊，你也直接叫我建成。小萱，哥，小慧，啊，面对我跟小慧，敢唔需要安尼歹势哦？恁谈物仔继续干无要紧，小慧啊，咱礼拜底看有啥物修理哦，莫谈物仔做电灯泡，行。干啦哥，以后小萱这几工你要小心，我一定要好好给修理起来。阿尊公，你真正落跑啊！好佳哉，就虚惊一场。阿那无，我真正替小萱去对赛你啊！有会，嗯，厉害！你这几工拢失魂落魄，拢无精神，干咩小改没起来啊？哦，原来你就是用这招，把小萱的心跟牙登起啊！好啦。哎，得一笔勾销，卖给你算小啊！李大哥，你讲的话，我拢放在心肝内。这就是我对小萱的心头个大恨。我即马就甲我小妹交你，希望你会当真心对好。哦，哥，你真会冷啊！我鸡尾皮了，甲龟头卡，赶紧你来去啊！走。莫遐尼委屈家己，做一个啊！唱你背后的乌青乌青。妹妹啊，我回来了。妹妹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咱一个人坐咧啊，啊电话也无开。啊？你八度腰吼？行啦。我带你来吃饭。啊，心情咯，国家那歹吼，身体也是爱顾啦。你先坐啦，起来，咱出来做伙吃饭啦。就宋恩是陪我吃吼。不会的，我无迄个心情。
事讲得出去，拢安尼唔要紧，有时敢若做差共款，我感觉伫咧厝。无，我出来买一寡你上爱食物件，回来互你食好。真是免啦。我相信哦，我物件买转了后哦，你就胃口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减食一点。好，来来。你想要辛苦你给我坏小品。这相片就一直藏在我的皮包内的啊，啊不是最近才藏的，你是安怎要发脾气啦？你敢袂记得玉华无在的时阵，是不是敢放袂记嘞？你想拢要一直提醒你家己，你是有家庭的人，咱两个只不过是外遇。阿明，我就无这個意思，是安怎你要安尼讲的？你的表现就是这個意思。你刚才安尼一个小小动作就提醒我，我是介意你的婚姻，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变成一个我妈上讨厌的第三者，我害伊伤心艰苦。阿明，是不是俺去找过你？伊是跟你讲过啥？伊爸怕我骂我，伊甚至搁讲，伊甘愿当做无我这个查囝，伊嘛无愿意的查囝去做人的第三者。这我拢知影。我就是无法度跟你分开，我就是无法度嘛。阿明，是我唔好啦，安尼无计啊，发生这么大的冲突。那是我妈。够金大风甲丁佩奇，伊拢笑我是你袂见甲袂记情的乌市妇人。伊大概看到我就起笑，我一届一届拢爱强调的，可安尼落去，我真要气笑啊！看你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我说一点仔办法都无法度跟你斗相共。我跟你讲，我应该安怎做对你较好？你讲。可是我爱你，我一个命分的。玉华跟囡仔是不孤的啦。好啊好啊，你莫再讲啊！你要讲啥我拢知影，这代志在我跟你做伙时阵，国天应该料想会到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家己解决。创治我，只要是我想要治的，我总是治不掉。连一份简单的幸福，
嘛无办法，是安怎？我的梦，我的感情，怪我情绪太多，不公平。问你有多久没开口，说声爱我。一定是上水的新娘。讲起，我真正足悲哀，到甲真正要结婚的时阵，你有阮爸反对，所以我毋敢想要新娘衫。虽然我后来伊接受，也毋过我甲真大方，伊完无轻轻松松。这个时阵，我第一来看一下。陈大峰，伊根本对我就是咧欺骗，伊根本无心咧跟我过一世。迄拢过去啊，莫阁想啊。啥？你家做伙去婚纱照好无？我想要跟我心爱的人做我婚纱照，因为我心爱为难。这不会的啦。是安怎？因为你若认为金大风是咧欺骗你，那呢，我跟你翕婚纱照，不是甲伊同款，嘛是咧欺骗你。就算讲是欺骗都不要紧，我感觉我伫这种假象内底。Amy。查某人婚纱，一世人敢若穿一届。我甲陈大峰结婚的时阵，无有伊穿婚纱，迄就代表讲苗文知影，伊毋是我的真爱。我即摆是无简单，才拄到甲我互相意爱啦。我啥都袂用穿。我也安尼，永远就袂着幸福。但是你平时婚纱照都无人愿意跟我穿，我连这事都小心我，我无人愿意替我担心。真正真想要去，我就陪你离去。确实是真水。是啊，多谢，多谢你替我达成我的愿望。
欣南，我们笑开一点啊。是啊，我来玩另外一支嘞吼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时阵，伊会敲电话来，无听到是甲囡仔有啥物代志？喂，玉华，哎，你遐这么晚，哪个敲电话来啦？哈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困袂去哦？啊，我哪有紧张啦？啊，我拄只在遐客户咧讲电话啊，嘿。即嘛吼，甲客户咧讲代志啦，看我咧卡互你啊，吼，好好，拜拜。是啊，即阵睡吧。咱继续去想。啊，这是阮公司药品的报价单，你看卖。雪莱发。你卡手嘛真紧嘞，才跟你讲无偌久，你先甲报价单拢已经传好啊。我雪莱发，这一生当中上大兴趣就是趁钱啊。若是有钱通趁，叫我三暝三更卖困嘛不要紧。人讲人为财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哦，你的有钱生也真凄惨。好啦，卖讲遮有诶无诶，你紧看看咧。这报价单也是没问题，我得用交回去你公司收一下。许来发，你不感觉你收超贵了吗？我是安怎超贵啊？你药品的报价比别人贵三成，第二呢，阮董事长哪有可能会当接受啊？不会啦，林金翁伊这么介意你，你只要甲塞奶一下，伊自然就家己退出来啊。那呢？我何必甲你分啊？伊安尼条件，会出牌药销合作就好啊。已经讲好势啊，你即摆想要反悔啥？我唔是反悔，我是感觉你这个人太过贪心啊。你的药品根本就是滞销药品，会当用刺激来吹，你都爱偷吃啊。即摆佫甲我打三声，你安尼唔是我真歹做人。好啦，我已经准备好势啊。这应该互你变歹做人啊啦吼！等你跟我买钱来去买，这张支票得用兑现啊，算是互你个报酬啊。笑笑，你根本就无必要替林金妄想，伊遐尼干巧着，伊无可能会当互你写啦。你啊，还是家己囥伫咱底下小小较要紧啦。只要以后你若是搁肯继续跟我合作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给你那地啊，永远得个八八八。那呢，多多谢你啊，我要来走。好，那你一切都要拜托你啊。我知影。是后摆阁需要五万哩，我才无可能遐尼侪钱予你。憨憨吃饱饱哦，肥肥吃饱饱。阿哥你好。哎，拍摄吼，你稍等我一下。来，来，哎。小心。李教官也会来的哦。来，拍摄。哦。
你是预定两天的赵先生，跟赵太太。哎、欸，我太太先带你呐去附近买物件，等下过来。好，马紧。啊，这是你的房间钥匙，你即卖会当把你的行李放喺房间啊。南明，我若看到赵太太，我会甲伊讲一声。嗯，祝你个美好假期。嗯，很歹势呢，我临时带你呐过来，想要加一个床位，敢会当？无问题啦，我替你加床位哈。好。来，我来咯。嗨嗨。赵先生，安尼过来。嗨嗨，乖乖哈，乖乖乖乖。呜呜。憨憨尿尿啊，嗯，来，水等我哈，来，乖乖啊，乖乖乖乖，尿尿尿尿尿尿，换尿布哈，乖乖乖。看，叔叔今仔是新手上任吼，啊，真侪动作敢若无啥呢，熟练啊呢，不要介意哈，嗯，多多包涵哈。我的表现应该算袂歹啊哈，啊那呢，阿伯你要给一条鼓励哈。希望处理好啊，憨憨教我，你去休困啦。应该休困的人是你啊，你自透早到今嘛，连食物件的时间拢无，憨憨教我就好啊。我嘛要了解一下，安怎要照顾伊啊，对无？顺便，该培养感情。啊，憨憨即摆互你抱惯是，以后若是该念条条，安尼是办怎？伊若真正会当，逐天甲我念条条，安尼上好。卡叔讲，我来当做一个称职的奶爸，安尼阿伯，我得常常帮你抱伊。啊，若无，等伊大以后，你若抱袂恁当喵啦。阿姑啊，等你若有闲时阵，你来帮我一寡客房服务的事项。啊，人客人来时阵，我才知影讲安怎交代，伊若需要啥物，我嘛知影。我抱的，哦，妈妈抱，哦，乖呀，哎呀，你哭哈。唉，你今嘛除了要做奶爸，还阁有柜台先生，还阁想要兼职做民宿的服务生。王医师啊，你安尼敢袂小贪心？嗯，那会，我阁想要做你民宿的司机、园丁，还阁护花使者。阿姑啊，我想要永远留你身躯边，分享所有的快乐。你也不是超人啊，哪有遐尼侪体力甲精神，分身做遐尼侪代志？我还是希望你会应该医生的工课放在第一位，啊，若是有闲才来我这斗相共就好啊。你的双手哦，是用来治疗病人，啊，解除病人的痛苦，通浪费伫我这送棉被旁边。哦，我的心是属于你甲憨憨，我的手。是属于别人的，你有讲白无？周特助，安那，会议今拢搞好？要给处理好势啊，因当处长人呢。你有带出去啊？好，那你我有回款。你放心，这两天你穿好啊。多谢。刚才看到这收益，我就足欢喜的。那呢，你应该跟我开了你的机票拢一片，马上会用旅行。你还是啥啦？你放心啦，恁当处长也不敌你啊。你是惊啥？这是办公上的，出出入入的人遐尼多，莫叫我听到变安怎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了。那呢，以后阁有啥物好处，爱先报我知。知啦。
俺是老朋友啊，较好讲话嘛，较有话通讲。徐来发，你有开？你对我公司有什么意思啊？李小姐，你哪来这？是我较加无啦，我想要来跟你关心一下。现在我一到位哦，就看到一个厚面皮、搁未见笑的人在跟你勾勾甜啊。李有慧，你怎么是讲什么人未见笑啊？突然你搁有啥？你安怎？搁想要跟我相骂，还是要拍戏？哼！金大风这路毛我都无得惊，干么惊你这死啦？好男不跟女斗啦！惊较好怕啦！好好好，对了，李小姐，你拄则讲要来关心我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哦，阿德，你的表姐 Kelly 伊最近真无闲，无闲来关心你甲恁当处长的代志。阮哥知已经烦恼你啊，所以就叫我来叩劝你。希望你莫阁甲恁当处长做伙，我嘛希望你莫想要为恁当处长的心想，你着想。李有慧，你是食饱受用心啦。家己的代志拢处理袂好势啊，搁讲为别人的心上来。安怎？我甲小小讲话，你看袂过目啊？无唔对啦，你若想对我，我随时应付你啦。人小小要甲什么人做伙，要做什么代志，甲你有什么期待啊？卖讲啊，袂输干呐，你咧替小小打抱不平啊？你心肝内咧想啥？我知知咧。拄仔看你甲伊安尼有讲有笑，搁咧牵亲切，我就知影，你是贪着利益。搁想要甲小小搭定啊，对不？迄嘛是我甲小小的代志，甲你无甚关系。相公无关系。你讲话就讲话，偷要创啥啦？因为我无想要甲你吊嘴烂。李有慧，我警告你，卖搁鬼吵鬼闹，想要动小小的脑筋啊！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耍的。死出去啊！拄着小查某，我衰啦！你搁讲？我早有话想要跟你讲啊！别走啊！这许来发一定无遐尼简单，就放弃秀秀。我看，我得爱来想一个办法，让伊转移秀秀这个目标才会用的。李小姐，你放心啦，许来发这个笨手是啥物款人，我真清楚。我袂够会骗伊，你免替我烦恼。我是希望你当较细腻。我知影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其实坦白甲你讲，我甲董事长的关系，唔是恁想的安尼。我只是替伊做代志，无其他的啊。所以你无需要甲我表姐同款，遐尼烦恼我。你的意思是嫌我假无？唔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讲，个人有个人想要做的代志。阿妈不是其他人，所以当了解，所以你免白了亏啦。对，我阁真侪代志还无闲，你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就无时间陪你啊。哎，你真正是无救啊呢！大家都遐尼关心你，你阁换人想要找死咯？连先生嘛无法得救你啊，你知影无？最后哩，这是啥？这是许来发给我的佣金。阿伯，就是嘞，我知影这个金额嘛无法度弥补许来发对阿伯所造成的损失。不要紧啦，你无听人咧讲了，头掠过嘛要一百米呢，无讲咱这个是咧放长线要钓大台。先好吃一点啊甜头，然后啊，咱连本带利总该收顿啊。所以哦，这件代志唔免放在心肝头啦。我是咧颠倒烦恼你呢。你甲考来发交手这过程中，你都明明安尼气气甲要死哦，啊，都爱搁个盘弄，啊，这心情上一定起起落落啦。真没关系哈。是啊，我特别看到伊自私奸诈，佮小贪的面，我真正一百岁啊，就想要先甲伊扇两个嘴巴才佮讲。
不过嘛是因为遐尼苦哦，我就甲我家己讲，我绝对袂用遐受气，爱先忍落来。我若无，我就前功尽弃啊。你只不过在社会中间咯，有发现到伊是毋是真正相信你，还是对你还阁起疑心？阿伯，你放心啦，我看伊应该是无怀疑我才对。啊，今仔来搞客节时阵，我表姐朋友都要来找我。啊，这朋友是要恐吓我离开阿伯。你都唔知许来爸看到伊啊，偌惊伊破坏到伊的计划，还去甲伊个冻落来。我看伊哦，规头干哪想着你哦，伊其他拢无咧想啦。那咧就好啦。这个人既然呐，佮遐尼爱情呀，安尼咱来赶紧佮想一个办法咯，归去用钱佮饮食。